这小子刚才动了动，那不是回光返照吗？他是不是已经死了？你可不能死啊！我留着你还有大用处。哎，是谁送你来的？怎么也不来看看？ 千万不能让他死了，咱们得去抢救啊！这儿了。 耽误我的好事，出去！你走，可你要把魏探长给放了。好，那往后退。退，往后退。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不下来开枪啊？我是为了你的安全。我是安全了，可是让他跑了呀。跑就跑了，咱们以后可以再抓。方希涵已经被送进医院抢救了，医生说他是脑震荡，没有大碍。那就好，否则的话，怎么向招仓司令长官交代呢？ 他怎么还不进来呀？人呢？在这儿呢。人还没来呢。不急，方希涵现在也在医院里了。他来医院了。你不能再去看寓所。没想到。 住到了寓所，那会不会是他们故意安排的呢？是我安排的寓所，当时房间里没有病人。太巧了，我会再想办法的。那我等你消息，我先回家等婷婷。清楚，这就是我的山本君。山本君，我已经把罗婷婷给抓住了，我会用她来换回雷汉。眼镜蛇，你一定会和山本老鬼子一样的，你们都没有好下场。我的玉锁哥哥一定会把你们杀死的，是吗？ 我现在巴不得他来找我。哎，大哥，哎，你来了？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来坐。来，喝水。昨夜，如冰阿姨平安无事。 他意外的发现了罗兴全和玉锁同住在一个病房里，这么巧？嗯，雷大哥，接下来啊，咱们这么做好不好？大哥，胡三儿那小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什么？没回来？对呀、啊，那他去哪儿了呢？我右眼皮一直跳，大哥，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没事。 他不回来，咱们还多分一份钱呢。甭管他。在太虚弱了，我把你送到阴界家藏起来。不要呀！你放心吧，阴界对付青梅子绰绰有余。走，你别过来！你是谁？是人还是鬼？ 你小子现在醒了，老子也把你抓住！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那你又是为了谁呢？你去吧，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。我这就去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废话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 哎，来了，来了！你害怕了？谁不害怕？谁是小舅子？等一会儿他进来，你就把他给我拿下。我一个人呢？哎呀，我不是在后面给你撑着呢吗？不用后面撑，你身先士卒，让我学学。少他妈废话！ 好了。 来来来，全力加强警戒！哎，是日本泰拳，是泰拳，是泰拳！哎，吓我一跳！快去，把门打开去！是是。 泰拳，泰拳，我们。 我遇到鬼了！鬼！鬼呀！鬼呀！鬼呀！啊！有鬼！有鬼啊！鬼！鬼！鬼！局座，是怎么回事？有鬼啊！有鬼啊！金班长，有鬼！哎呀，还在哭！我们是上了他们调虎离山的当，他们这是浑水摸鱼。 救走了雷玉所，金班长，我看咱们还是全城戒严吧。马后炮，什么叫马后炮啊？亡羊补牢，犹未晚矣。罗局座，您就别咬文嚼字了，人在你眼皮底下都让他溜走了，还亡什么羊补什么牢？你，金馆长，你还是批准我，让我回去睡觉吧。怎么？跟我们罗大局长这么合作？ 怎么累死的都不知道。儿子，怎么样？能坚持住吗？我没事吧？在病房的时候，我已经认出罗兴全了，但是我没有力气对付他。没关系，等你养好伤再收拾他也不晚。爸，婷婷呢？婷婷啊，她怎么了？ 出事了，爸，你说呀？婷婷她十有八九是被绑架，了，被谁绑架了？眼下还不知道。那快去找啊！是要找，我不是得先把你安置好。 咱们赶紧走吧。医生，这一点我是非常自信的。可惜的是，你不会看到那一天。等我把我想干的事情都干完，我就第一个杀了你。我要用你的命来祭奠我的善本。女儿啊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婷婷，我一定找到你，咱们一家人很快就要团聚了。 能不疼吗？哎，菊松，你见了鬼了！我也怀疑他，他好像很忙碌，但一无所获。立刻带人去他的家。 是什么人袭击了你？不是人，是鬼。是鬼。是鬼。是个青面獠牙的恶鬼。